哎，你们有没有听过狐狸头的故事啊？啊，那什么东西啊？什么？就是之前有人说用狐狸头可以看到鬼，我把那个图片传给你们看。你以为这是愚人节吗？啊，其实这种传说我听太多，那假的。就是你把两只手用成兔子的样子，然后转过来，小拇指碰大拇指，就这样子就可以看到鬼了。这也太难了吧？看鬼哪有这么困难？结账晚，真的。哦，还真的去看，真是够了。就无聊嘛。哎，你们是把那首饰拿当成 VR 在看哟，太扯了。也是真的一定要整到我就对了，把这手饰当 VR 用，我也是醉了。看一下哦，这样子，这也太难了吧！我要看一下，嗯，这么黑黑的，没有啊。